气。夫人在等您。唐总，下次直接抽来就行。谢谢唐总。唐总，夫人在等您。夫人，今天怎么这么有雅兴来指导工作呀？几个月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容光焕发，一点都没变。我记得你喜欢喝岩茶。曹总，这儿老水仙专门给您留着。啊，不用了。我这个人说话不喜欢绕来绕去。上个星期五，我们家老曹出门参加融资酒会前，我亲手给他挑了这件白衬衫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中途被换了下来，还换上了你给他提前准备好的衬衫。夫人，您误会了。融资酒会那天，舞台的背景幕布是纯白色底，刚好跟曹总的衣服撞色了，到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就不够醒目。我作为第一秘书，肯定是有责任和义务，全方位的协助曹总树立他的职业形象嘛。全方位。这也是你的义务。气。行业的收入动辄上亿的谈判，副总级别的生活配置，换我也不愿意拱手让人。刘鹏，你别误会，我来这儿没有别的意思。别装啊，当小三网友都知道了，还追着曹总不放，就不怕唾沫星子淹死你啊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，那口红印不是我印的，有口红印的白衬衫不是发布会那天我让曹总换下来的。曹夫人也说她记错了，所以才跟我道歉，撤了所有新闻。不可能啊，就是那件，撤里没有两件啊。怎么，是你去撤里拿出来的吗？不啊，不是在撤里，是我跟曹总在洗手间里印的。